这大油饼跟咱天津那差不多，跟锅一边大。大油饼。秦皇岛北戴河旅游，逛馆内第一集，海鲜太全了，人也是真不少。趣味之旅，河北秦皇岛，今天咱馆内第一集牛头鸭大集啊，出发看看有嘛好吃的。哎呦，这个大啊！这是鹅，看见吗？看这皮块儿，走。这么多人，这卖肉的不行，咱们海鲜，尝过多少钱？来，包袋给你装啊。还有大个的啊、哦，大个的嘛。27。贵些，贵些，不能自个儿走啊。卖什么？还有55的，这40的，还有30的。12，这个十二一斤。对，没十二的，还没小兄弟啊，没有十二干净，还没。这虾子嘛？25。这嘛虾姐姐？海鲜，大海虾。咱天天卖25。价格差不多。我天，人太多，眼花缭乱。这21斤，你看看这，哪个21斤，姐姐？就这个。哦，个儿小点，这个呢？21了。这个呢？这多少钱一斤？你是拍照是问我？啊？你说吗？你是拍照是现在购买？28都个大一点，20个小一点，都差不多。22，我想来这条。哎，就这条啊？这条这条。这个。70，32的。分量挺足的啊，姐姐，70啊。大概多少钱？25。俩左右。154，这个我不要。分量啊，哎，55，2斤8两，2.8。哎呦，这就坏仨了。行，我55啊。哎呦，我给你了啊，55对吧？都55。看这牌，别说小的有黄，知道没有？成。过来了，哎，你这虾怎么卖？大虾留你20。行，俺估计100，要两个啊。那，帮你好，五斤多，有五斤半。多呀，都，十的，给完钱吧啊。是好再来啊。这怎么卖？36.28，这炒的菜这肉都好吃。你帅哥这25。你这个钱就是本钱了。哎，谢谢。俺姐长嘛样，这么实在。4斤啊？啊，4斤。没错，看到了。给你割一个呀。我来一个啊。104的吧，多的吧。行，谢谢。12的。嘿，爷爷都聪明哈，控水。哎。36两。河豚。大鱼。河豚。墨斗，大墨斗。海鲢鱼。这么大个，大鲢鱼吗？哦，这是卖吃的地方啊。这大油饼跟咱天津那差不多，你看，跟锅一边大。大油饼，不是没到你的，人家前面这给人家。大哥，给我拿点硬的行吗？多少钱一斤？2块钱，7.6。哎，行，高高的，拿点套先套，一会儿哗啦啦了。尝你一个天买那么多，15.7也够15的。15行。够意思啊！你看这样，下一个45对吧？15，那个对，45，我扫，我给你码给我，你扫一下。我们到家啊，走。嚯、哎，蒸了一锅啊！浮头是虾，底下是螃蟹，玉米，他们的玉米、哎、个小，但是特别甜，好吃。还有2块钱一斤的黄桃，嗯，太甜了，太好吃。21斤，嗯，摆一看。嚯，还挺肥，看到吗？还可以。小个也顶杆、嗯、人家说一开锅就行。这虾肉甜也得虾行啊，不用调虾片，真好，倍儿好啊、这视频到这了，再见，拜拜。